朝鲜的前世今生十，在新罗的历史中出现过三个女王，她们分别是善德女王、真德女王和真圣女王。其中真德女王是善德女王的堂妹，两位女王都曾带领新罗度过了危机。当她们掌管新罗的时候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还在大唐的后宫奋斗着。也许当年的武则天把善德女王和真德女王当作了偶像，但是武则天后来做了一件事，远远超越了这两个女王，就是发动了以打压氏族门阀为目的的政治变革，彻底根除了延续近千年的世家大族干政制度，为后来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。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，开始效仿唐朝，希望建立起像大唐那样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，但是新罗贵族势力过于强大，而新罗国又缺乏像武则天那样敢于大刀阔斧改革的帝王，所以新罗王无法拥有像唐帝国那样至高无上的王权。这样一来，追求王位的梦想对王室贵族都似乎触手可及。780年，新罗惠公王被叛臣杀死，因王位继承问题，新罗发生暴乱。在之后的100年中，14个新罗王轮流登场，王位争夺越演越烈，君王的待机时间也越来越短，社会矛盾持续恶化。887年，真圣女王登上了王位，但是她没有像以前的女王那样给国家带来希望。889年，新罗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。892年，土豪出身的新罗人甄宣趁乱造反，建立百济政权。900年，百济以光州为都，正式建国，史称后百济。897年，新罗贵族公议篡夺了北部地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。901年，建都开城，定国号高句丽，史称后高句丽。朝鲜半岛进入了后三国时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百济和后高句丽都是新罗人建立起的国家，与200多年前的百济和高句丽没什么关系。跟流氓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，我的灵魂是个孩子，我的身躯是个娃。896年，当新罗起义军攻打到王都西部时，心力交瘁的真圣女王被迫禅位于自己的侄子孝公王金耀。孝公王也没什么用，在王位上混了16年，眼睁睁看着后百济和后高句丽的崛起。孝公王死后，因为没有后代，孝公王的妹夫朴槿惠登上了王位。当然了，这个朴槿惠是新罗的神德王，不是正在吃牢饭的朴槿惠。不管怎么说，新罗的金家王朝就这样结束了，新罗这个暴发户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，领土龟缩到了350年前的状态，王位也回到了建国时的朴氏家族，新罗再次成为朝鲜半岛最弱小的国家。公益是后高句丽的建立者，他最先投入的是西南地区的农民起义，看到梁吉领导的起义在东北地区玩得风生水起，就跳槽到梁吉经营的势力。随着个人实力的壮大，不甘心做老二的公益开始自立门户，宣称自己是新罗的王室后裔。2年后干掉曾经的老领导梁吉，控制了朝鲜半岛原高句丽的部分领地。公益又宣称自己是高句丽鲍德王的后裔。随着后高句丽势力的扩张，公益的忽悠版本继续升级，他开始自称弥勒佛。在大乘教经典中，释迦摩尼佛是现在佛，弥勒佛是未来佛。当人们对现实不满，对未来怀有憧憬的时候，宣扬弥勒佛降世就很有煽动性。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也曾打着弥勒佛的旗帜，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就是以弥勒降生、明王出世为宣传口号，才有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。公益是通过推翻自己的主子登上王位的，所以他总是担心部下造反，经常疑神疑鬼，一言不合就杀人。
跟着这样的主子有没有前途不好说，可丢掉性命却是分分秒秒的事。于是这些一起闹革命的小伙伴们聚到了一起，一合计干脆做掉公益。可问题来了，做掉公益后谁来当老大？既要体贴下属，又要精明能干，最重要的还要人缘好。最终一个叫王建的将领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918年，公益政权被推翻，王建取代后高句丽建立高丽王朝。2年后，高丽与新罗组成联盟，和甄宣建立的后百济打起了持久战。926年，后百济攻陷新罗金城，正在和妃子们狂欢的新罗景哀王被抓了个正着，羞愧难当的景哀王立马自尽。甄宣在金城烧杀抢掠后，扶植金氏王族后裔金父为新罗王。作为新罗的盟友，高丽王王建亲自领兵救援，却遭遇惨败，后百济形势一片大好。可是到了930年，高丽开始反击，后百济节节败退，外部的危机很快诱发了后百济的内部政变。935年，甄宣长子因为不满甄宣册立老四为储君，囚禁了甄宣，然后自立为王。甄宣设法逃跑到了高丽，向王建俯首称臣。同一年，身为后百济傀儡的新罗王金父也向王建臣服，新罗国彻底灭亡。936年6月，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甄宣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儿子，王建当然同意了，率军和甄宣一起进攻后百济。3个月后，后百济灭亡，国王带兵替别人消灭自己的王国，算得上是最奇葩的带路党了。大概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因为没过多久，甄宣就毒疮发作，痛苦地死掉了。不过甄宣死得有些蹊跷，至于凶手是不是想斩草除根的高丽王王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王建是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的第一位君主，也是高丽王朝的开国国王。可以说王建在朝鲜的历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秦始皇，但是王建的身世却是朝鲜人或者韩国人心中永远的痛。你是我胸口有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王建的祖先很可能是中国人。1451年，朝鲜王朝的郑林旨奉朝鲜李朝文宗之命编著了高丽史，在其中的太祖世家部分记载了后唐册封王建的诏书。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清常怀茂族，长海雄藩。清是后唐皇帝李嗣远对王建的称呼，常怀就是中国的江淮地区。为什么说常怀是中国的？因为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朝鲜的常怀，要么是中国的常怀。但是在朝鲜历史地名记载中没有常怀这个名字，所以只可能是中国的常怀，也就是江淮地区。茂族指的是名门望族，因此前半句的意思是王建出身于中原江淮地区的名门望族。长海就是渡海，藩指的是朝鲜半岛，因为对于中原来讲，朝鲜半岛就是藩域。如果说前半句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的话，那么后半句实际上做了补充，他的意思是渡海而来，称雄于半岛，再次印证了王建的祖先来自中国。在朝鲜半岛从混乱走向统一的过程中，中原的唐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走向了末路。907年，朱温建立后梁，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。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，地方格局势力也纷纷独立，中华民族再次陷入极其黑暗的大分裂时代。916年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。926年，大辽吞并渤海国。936年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。
为了得到辽国的帮助，石敬瑭任辽国皇帝为干爹，并割让燕云16州。中原从此失掉了极具战略意义的燕云16州，使中原地区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之下，导致后来的北宋王朝先天不良。不久之后，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给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。938年，交织贵族吴权击败格局政权南汉，建立吴朝，就是后来的越南。从那一刻起，越南永远脱离了中国。虽然明朝时期越南曾短暂回归过。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后，按照中国的典章制度组建国家机构，对中原王朝纳贡称臣，对辽国则虎视眈眈。960年，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建立宋朝。为了防止高丽与宋朝联合对付辽国，10世纪末，辽国开始了征服高丽的战争。高丽王朝能否挡得住契丹人的铁骑，我们下回分解。